好，那请大家看到八十七十一的讲义。那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醒的这个部分的第四个科判。第四个科判的话呢，就是很重要，就是要讲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业嘛，对不对啊？就是这个业的话呢。就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无明的动机，那然后造作的，就是主要的它的内容呢，就是这样的。那首先呢，我们要讲一下这个动机。那这个动机的话呢，世亲菩萨呢，在《俱舍论》里面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记诵，就是等起有二种因即彼刹那，如次第因之明转迷随转。那意思呢，就是这个等起啊，就是动机的这个迷者，等起就是指的是动机，动机呢有二种，那哪二种呢？就是因即彼刹那，因就是因等起，还有呢彼刹那，刹那呢就是这个就是在什么呢就是事情在进行的那一刻的意思啊，就是刹那，就是事情在进行的这个时候。所以呢，它说明了什么？就是时等起，因为它在讲的就是时间的一个阶段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时等起。所以呢，动机就是有两种啊，等起有两种，因等起和时等起就是有两种。那如次第因之次第。也就是说首先的话呢就是明转，第二的话呢就是随转，也就是说明转呢就是因动机，那随转的话呢就是随着这个因动机而在进行的时候就是起到作用的这样的一个业，它让业能够造作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呢转为进行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呢动机的话就叫做随转。那等起有两种，第一因等起，第二的话呢时等起。因等起之无明，我们在这里啊就结合那个无明来讲，结合无明来讲的话呢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业也就是说这个轮回的这个所有的业的话呢，它必须要有一个无明的这样的一个等起，然后呢就是要就是无明的这样的一个等起来，就是要发起，就是发起这个造业嘛，对不对？所以呢，必须要有一个无明的这个等起啊。所以呢，无明的等起呢，就是它可以分为两种，因等起和什么呢？时等起的这样的无明，就是有两种。那因等起之无明是指在进行某事件的时候，意乐己加行中以意乐所摄的无明。这个呢就叫做什么因等起。那这个加行啊，这个加行它的这个解释呢这个加行的什么解释的话呢，就是有一点复杂，它没有什么这样什么一个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啊，就是要看它前后的这个词句来做这么决定。那在这里啊，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呢，这个加行啊
就是我们一般听到的这个加行道啊，或者是四加行啊等等这样，对不对？那广律里面呢，就是在下士道的时候啊，就是下士道的这个深信业果的时候呢，他又有讲到这个加行，就是这个什么讲十不善业的时候啊，就是有讲到，比如说杀生的话呢，要完就是要圆满这个杀生的业的话，那必须呢就是要具足就是四个条件，比如说首先呢就是事，然后的话呢意乐，然后的话呢加行，最后的话呢就近，对不对啊？就是要经过四个阶段，就是这个四个条件具足的话呢，才是什么呢？就是杀生的一个圆满的业。所以呢就是以什么呢，就是事、意乐、加行、就近这个四个当中的这个加行啊，它指的就是在准备进行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就是正在准备的这个时候呢叫做什么加行，就是加行。然后今天我们呢又要讲的就是加行意乐己加行，就是做一件事情呢又可以把它分为两个阶段，就是说意乐和加行这样的两种。那意乐和加行当中的这个加行呢，就是事情在进行正在进行的时候就叫做加行，所以呢就是跟上面的这个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啊？上面讲的这个什么呢，是意乐加行究竟当中的这个加行呢正在准备，对不对？那意乐加行的这个加行的话呢，它就是什么呢，正在进行这个事情，所以呢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意乐和加行当中的意乐所设的这个无明的话呢，就叫做什么等起之什么因等起之无明。那然后实等起之无明呢，指的就是说进行某件事情的时候，意乐及加行之中，那以加行所设的无明，也就是说事情正在进行的这个时候的无明。那譬如以杀生为例，其发杀生的罪愧祸什么呢，祸首是初时无明。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的源头呢就是这个无明我执，对不对啊？所以呢初时无明才是因等起，就是因等起啊，没有这个因动机的这样的说法，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只能用等起动机什么因动机啊时动机啊，没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呢它的意思呢实际上就是因和果两种的动机嘛，就是因等起。那在进行杀生的时候，就是对于业因果的无知，见的无知无明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实等起之无明，就是实等起。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个过程的话呢分为两个阶段那然后就是引发这个事情的就是主要的这个无明呢就叫做什么，就是什么呢因，就是因等起。然后呢因为这个起心动念啊，然后就是引发了这个事情，然后事情在进行的时候呢就叫做什么实等起。
那我们用简单来讲的话，这个因等起的话呢，就是它的主因。那业，就是业的这个主因的话呢，造业的主因就是什么？它的因等起。那然后在造作正在造作业的时候的这个无明呢，就叫做什么就是十等起。那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是以这个杀生来讲的嘛，对不对？那换一个例子的话，比如说布施也可以这样讲。那以布施来讲的话呢，就是布施的，就是我们凡夫啊，凡夫的这个布施的话呢，因为他的三门的所有的这个业的话呢，造业呢，都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烦恼的这个什么呢？操控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所造作的。所以呢，就是烦恼，也就是说无明的这样的一个操控下所造作的。所以呢，无明才是真正的这个什么？就是什么呢？它的因等起。那然后呢，在进行布施的时候，在进行布施的时候啊，这个动机的话呢，就是什么十等起，就是我想要布施啊等等，对不对啊？我想要积极什么呢？资点，或者是想要什么什么等等，对不对啊？那这些善念的话呢，正在什么进行布施的这个时候的善念呢，就是什么呢？它的十等起。所以呢，以善业来讲的话，它的十等起啊，根本没有什么无明，那也没有什么业因果的，对于业因果的这样的无明啊，没有的。因为善业的话呢，它跟他的这个相应的心所呢，只有善而没有染物的，就是没有烦恼界的部分啊。如果是恶业的话，那恶业的话呢，它的因等起还有呢十等起都可以是什么染物无明。那然后的话呢，有然物无明，如何等起福业等三业？就是那三种业就是福业、非福业，然后呢不动业，有三种业嘛。那这三种业呢？既然是无明就是发起的话，那它是如何发起这三种业，对不对？所以呢，在讲这个内容之前，就是要明白的是什么呢？这个然物无明呢，它有两种，就是对于什么呢？业因果的这样的然物无明，还有呢真实义的人物无明，就是有两种。那业因果的人物无明啊，就是愚痴与业因果的这个人物无明的话呢它应该不是什么邪见啊，它只是对于业因果的就是不知，就是仅此而已，就是不了解业因果的这个道理啊，就是仅此而已。我说的是仅此而已，不是说业因果对于业因果的这个就是无明呢它应该不是什么认为呢没有业因果，没有前后世，
没有什么三宝等等这样的邪见，应该不是这样的一种无明啊。他只是对于业因果呢，就是完全什么，就是无知，就是见而已啊。那为什么我就是认为啊，愚痴与业因果的这个无明呢，它应该不是什么就是邪见，一种邪见啊。比如说什么呢，就是诽谤这个什么业因果没有业因果，或者是没有三宝等等这样的一种应该不是这样的邪见。如果是这样的邪见的话呢，那就是没有任何的宗教的这样的概念啊。还有呢，就是野生动物，比如说狗猫等等这些动物呢，他们呢有这个恶业嘛，对不对啊，他们也有什么呢就是恶业，能造这个恶业嘛。当他们能造恶业的时候呢，当然是对于什么这个等起呢，是愚痴与业因果的这样的一个无明所造作的嘛。但是他们呢根本没有什么对于三宝的这样的诽谤，或者是没有什么前后世啊这样的概念，也没有什么业因果的这样的什么说法，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认为的话呢，这个对于业因果的这个无明呢，它只是一个不懂得业因果的道理的这样的无明，就是不知而已啊，就是无知，就是一种无知的这样的一种心法。那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说愚痴与真实义之然物无明。一般来讲的话，这个真实义啊，我记得上次呢也有讲过，真实义呢有两种啊，就是二无我，不特伽罗无我，还有呢法无我，这两种呢就是真实义。但是在这里讲的真实义呢，它是对于不特伽罗无我的然物无明，也就是说，就是对于不特伽罗的无我的这个无知，就是这样的一种无知，不是对于空性的这个无知啊。所以这个无明的话呢，也可以分为两种啊，然物无明，还有呢非然物无明。非然物无明的话呢，就是实指，实指的话呢，它是然物无明啊，非然物无明，因为它不是烦恼嘛，对不对？它不是烦恼障。那然物无明的话呢，它才是烦恼障。那然后三种业的话呢，以什么样的一个无明然后启发他们呢？以愚痴与业因果之无明启发非福业、福业、不动业三种当中啊，就是三种业当中呢，非福业的话呢，就是他呢就是以什么在造业的正在造业的时候呢，
因为他对于这个夜莺国的无知而发起的，就是启发的这样的一种业。那当然呢，他的这个什么因等情的话呢，还是什么，就是那个就是我执，也就是说愚痴与真实意的这个然物无明。那然后以什么呢，愚痴与真实之无明发起佛业与不动业。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会想到这个佛业和非佛业，佛业和不动业呢，佛业的话就是这个欲界所设的善业嘛，对不对？不动业的话呢，善界所设的这个业嘛，所以这些都是善业啊。那怎么会以这个什么无明发起，对不对啊？无明启发的，在这里的话呢就是我认为无明启发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因为啊，在轮回当中的佛业和不动业呢，他们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什么呢，我指的这样的一种什么操控，就是这样的一个操控的情况下造作的，所以呢就叫做什么引发，就是引发了这样的造作了这样的什么呢，就是福业和非福业，福业和什么呢，不动业。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这个什么愚痴与真实意的这个无明啊，也是什么呢，福业和什么不动业的这个因，就是他们的主因。那为什么会造作动业和福业呢，因为呢就是烦恼的这样的一个操控下造作的，所以呢它就变成了这两种业的这个主因啊。那然后的话呢，愚痴与夜莺国之无明可能造作为什么非福业之十等起。那这个刚才讲过了，非福业的话呢，它是一种烦恼。那为什么说非福业愚痴与夜莺国的这个无明呢，它是非福业的这个十等起呢？因为凡是非福业周遍有与自相应之无明故，就是凡是非福业的话呢，一定呢就是有就是跟它相应的这个无明，跟它相应的无明。因为啊造作这个什么呢，非福业的时候呢，因为它是什么，就是对于夜莺国的无知而造作的，见的时候造作的，所以呢就是十等起一定是什么，就是对于夜莺国的这个无知。那非福业呢，为什么为什么要有跟自己相应的这个无明呢？因为在俱舍论当中说，就是痴意待不信，昏掉恒为染，为变不善心。痴呢就是无知，然后意呢就是犯意，待呢就是懈怠，不信昏还有掉聚，就是这六种心所啊。凡是这六种心所的话呢，就是恒为染，为变不善，恒为染，他们的相应当中啊，他们呢都是跟这个无明是相应的，就是跟无明的这个心所相应。意思就是说，就是
以把比如说不幸或者是婚情或者是吊具都是跟自己有跟自己相应的这个无明必须要有的。但是愚痴与夜莺国之无明不可能做非福业之非福业之因等起。因为因等起是因等起无明呢必须是什么愚痴与真实意无明的缘故。因无明呢也就是说主要引发的这个因主要引发的因呢因为是什么呢无明的这个操控下对不对啊就是我执的这样的一个操控下所造作的而不是说夜莺国的无知的这样的一个主要夜莺国的无知的操控下所造作的嘛不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非福业来讲的话那他在造作的时候呢就是他的因等起呢是愚痴与什么真实意的这个无明那他的实等起的话呢是愚痴与夜莺果的这样的无明也就是说夜莺果的这个无明啊那然后呢福和不动业那福业和不动业的他们的因等起还有呢始等起是什么样呢愚痴与真实意之无明可能造作可能作为什么呢自国福还有呢不动业之因等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轮回所设业必须有自因然物无明发起尤其是十二支中行缘起必须有自因然物无明发起那不仅如此啊十二支当中的这个由缘起就是第十一啊第十由缘起十支也必须有自因然物无明发起因为十二支当中啊就是最主要呢也就是说它的开始就是十五米的话呢就是它的什么来源呢都是五米嘛最主要就是五米对不对啊但是愚痴与真实亦五米不可能做福和不动业之始等起因为彼二者是善业所以不可能与然物无明相应那所以说这个福业和不动业的话呢虽然他们的这个因等起啊是我执就是初始无明但是呢就是十五米十五米的话呢是就是善一种善就是善心所就是善业那非福业的话呢它的因等起还有呢始等起都是然物无明都是然物无明啊因为因等起的话呢是真实意的这个无明那然后呢始等起的话呢是夜莺国的这个无明那我们在造业的时候啊造业的时候呢就是
这个无明还有呢沙迦耶见等等啊啊，这些呢他们是怎么升起的，对不对啊，怎么升起的。所以呢我们啊下面呢就是讲一下这个烦恼升起之理，在我们相续当中啊烦恼是怎么升起，然后最后呢怎么造业等等。这个以五见与无非见之次第而言，就是有十种的烦恼吗？那有两种升起之理，如菩提道次第广论云，如何升起次第者，如须沙迦耶见与无明义者。因为这个沙迦耶见和无明啊，就是宗派的他们的这个主张呢就是有所不同啊。比如说这个毗婆沙宗，还有呢水教行这个什么金部宗，还有水教行什么唯识派啊等等，这些的话呢他们认为啊就是这个沙迦耶见和无明完全是完全是什么相违，完全是相违，不可能这两种啊在一个心王的眷属当中有相应的，他们是这样认为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大家详细的要了解的话呢，就是上次的那个讲义里面呢我有补充啊就有补充这个部分啊可以去参考。那他们认为啊这个无明还有沙迦耶见的话呢完全是不同的这样的两种心所。那在我们升起的时候啊，是无明先升起的还是沙迦耶见先升起的，我们看一下。譬如盘神黑暗与神实体不能明了，他呢在这里做了一个譬喻啊，比如说就是我们在傍晚就是看到这个神子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是盘神看到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呢看不清嘛，对不对啊，所以呢首先的话呢就是略降黑暗。首先呢我们不知道这个神是否蛇，就是蛇，这个时候就产生了这个无明，意思就是说首先是产生的是无明。什么样的无明呢？对于这个神子不知，就是不知的一种见的无明。那它根本不是什么沙迦耶见我之见的，根本不是啊。首先产生一种无明，那然后呢与神实体然后的话呢与彼主起这执舍之举，然后呢慢慢呢因为我们的错觉啊，这个盘神认为是蛇，就是蛇，然后呢内心呢会升起这个恐惧。如是障蔽明见运体，那然后呢因为这样的一个错觉啊，然后呢我们看不清这个神子，有无明暗物运为所以呢就是说
因为我们看不清这个运体，我们的这个五蕴啊，这个运体它是否是我或者是无我，这个时候呢就是无明，这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呢这个我执。然后因为这个无明啊，就是无知的缘故呢，这个运体误以为是独立自主的这个我，然后呢就产生了什么我执，也就是说萨迦耶见。然后由此呢就是发生诸烦恼，诸余烦恼，然后呢什么升起了其他的这个烦恼，比如说贪嗔痴等等这些。那然后因为贪呢，我们会造作什么就是善等等这样。因为这个嗔呢，我们会造作恶业。因为我们这个什么痴呢，会造作无忌的这个业等等这样。所以呢这业是这样造作出来的。所以呢毗婆沙宗啊，还有呢就是随教行的金部宗，还有呢唯识宗啊，他们认为这个无明和萨迦耶见这两者的升起次第的话呢，首先是对于事物的一种无知产生，然后的话呢因为这个无知让然后了导致了什么对于事物的错觉，然后呢就是所有的这些烦恼呢就会逐渐逐渐的就会产生它的那个升起次第的话呢就是这样的。所以因为这些烦恼呢会造作各种各样的这个业，那然后的话呢如许比二为一，就是说萨迦耶见还有呢无明这两者呢认为是有这个唯一的话呢，也就是说萨迦耶见认为是无明，认为是无明，这个唯一呢不是说无明一定是萨迦耶见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不是说互相周遍的啊。那萨迦耶见当然是无明，但无明呢不一定是萨迦耶见，所以在这里讲的唯二唯一呢，就是有萨迦耶见呢就是无明，承许无明的见的路就是见的宗派。那这个宗派的话呢，就是刚才讲的那个什么，就是随礼行金部宗，还有呢随礼行的这个什么唯识派，那然后的话呢就是中观派啊，都认为呢萨迦中观应该是中观自续派吧，对不对不是中观应成派啊，中观应成派认为呢这三个宗派他们认为的话呢是无明，它就是什么呢萨迦耶见就是无明也就是说萨迦耶见呢它是无明，然后是生死的这个根本。此复有起萨迦耶见，有起萨迦耶见只为我已。首先呢就是产生了萨迦耶见，因为是这个根本嘛，对不对？那然后呢就是产生了什么呢因为首先呢就是萨迦耶见它是我执，然后呢产生了我所执，那然后的话呢逐己分辨自他差别，然后呢就会产生什么，因为呢首先我们呀内心呢做什么事情啊都会产生我，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我的亲戚啊朋友或者是他的等等，就是这样嘛。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内心呀就是对于
这个友情或者是什么事情啊，都有一个自他建立一个就是分别心，它就会跑出来。如是分异，那分开之后，那贪着自胆，对于自己的亲近的人，什么呢？生贪，就是缠生贪。这个贪呢，就是爱的意思啊，比较亲近、比较亲切的。这个时候，一般的凡夫的这个亲切呢，都是掺杂于这个烦恼。那然后，就会产生什么呢？嗔恚他品。因为我们把这个友情呢分为他我，就是什么呢？就是自他见的话呢，对自己亲近旁边的人呢产生什么一种贪，那对于他人呢会产生嗔恚。那因为嗔恚的话呢，会造恶业，那然后贪呢会造善业等等见的。因为对于旁边的人呢，就是生贪的，因为呢缘故啊，所以呢就会什么呢，去帮他或者是协助他什么什么事情啊等等见。但是呢这些帮助的话呢就是一种什么有漏的这样的一种业。那然后呢就会产生远我高举，那远自己的话呢就是产生了这个什么慢，高举就是慢啊，执我缠断，那然后呢就是这个断边，那就是边境，它就会产生边见。你可以说边见啊，与我见等级比相熟，所有恶行执为第一。那然后呢我们自己认为自己的这个错觉的话呢，自己的这个做法，自己的这个高举等等这些呢，认为是殊胜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见解做法呢，自己认为是什么呢，殊胜。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什么就是大哇穷尽，会产生这个大哇穷尽邪见、边见、见取见，会产生见取见。在这里讲的比相属所有恶行执为第一，就是见取见见取见呢，这个见的话，它的所缘就是一种见，一种见解，就是将自己的这个见解认为是第一殊胜的，比他们还要殊胜的，这个就是一种见取见。取就是认为的意思自己的这个见解呢认为是什么呢最殊胜的见，这个呢就叫做见取见。那然后的话呢，如是便于开示无我之大师几师所说业果次圣地，还有呢就是三宝等法邪见未悟。因为呢自己就是认为没有业因果，没有什么呢一切相智这个前后世完全是不存在，那这样的一种观点的话，自己认为是对的，或者是这样的话呢，那会产生什么？对于宣说无我的大师呢，就是世尊，然后呢对于业因果三宝会升起邪见当然是会升起邪见那认为呢没有无我嘛，对不对那然后呢
会认为啊，没有业因果，也没有什么四谛，也没有什么就是世尊所说的这个三宝等等。那然后或复身为有为无为是是耶非耶如是论云，有我之有他，因为我们内心呢有了这个执着，就是对自己的什么就是爱我心，应该要说爱我止，因为对自己有爱我止的话，那就会产生自他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有分别，就是又会产生就是他自他见的一个，然后呢只称自他分，就产生了这个分别心啊，自他的这个分别心，我们就会区分啊，他是什么，我是什么等等，对不对啊？就是这样的嘛。于此等细数身一切过失，那随教行为时，认为所谓的无明只是对于事物的无知而已，而萨迦也见则称许为我执，也就是说这个 无明呢，它根本不是什么无知啊，我执。如此对不明，从不明运之实际的五知五明，那会升起什么对于运体误以为是我的萨迦耶见，那由此升起其余的诸烦恼，犹如对神略降黑暗之际，则是与彼不知为神，依次升起舍得错觉，而依如离醒为实派，就是法身论师啊等等，还有呢陈那菩萨等等啊，他们都是认为萨迦耶见就是无明，认为其是邪分别，而且是一切烦恼的这个根本。那在这里讲的这个随教行为实派，那他们就是随奉的这个教也呢，就是无着菩萨写的五部地论，也就是说瑜伽师地论的译名。那瑜伽师地论呢，它分为本分，还有呢本地抉择，还有是分涉事，还有呢涉义。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随教行为实派指的就是主要呢就是什么追随那个什么无着菩萨的这个为实派。那他们呢就是认为这个萨迦耶见和无明是完全没有交集，萨迦耶见呢不是无明，无明也不是萨迦耶见。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那这个地方如果有问题的话呢请发问。那下一堂课呢，我们继续讲
第三支就是士。这个士呢，它是就是善不善业的这个什么呢？喜气的这个所依啊，喜气的所依，也就是说，就是所有的这个喜气的话呢，怎么说？就是善不善业的这个什么喜气的所依，也就是说善不善业啊，他没造作之后呢，不会什么，就是永恒的见的现起。比如说我们造善业布施，这个布施之后啊，不是这个布施呢，不是永恒的会在我们内心间现起。那布施之后呢，这个布施的这个善业的话呢，这个布施啊，它就会什么坏灭，就是坏灭。那坏灭之后呢，是不是这个布施的善根呀、会什么呢？不存在，或者是不会有任何的这个什么感果呢？应该是不是这样的？因为它坏灭之后呢，会留下来一个什么习气，就是习气。习气的意思呢，就是种子能够产生什么呢？这个布施的这个果，能够产生布施的这个果的这样的一种就是种子，它会留下来。那这个种子呢，既然是要留下来，会留下来的话呢，它会就是依存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如果在我们相续当中啊，布施之后，那这个布施的心法它就是什么呢？会坏灭，坏灭之后呢，这个善根的种子习气变成了习气。那然后这个习气呢，它没有一个存放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布施的话呢，就是白布施了嘛，对不对啊？以后也没有什么感果，因为它是完全是不存在啊。这个种子也没有存放的地方的话，那以后呢，这个布施的种子它怎么产生，对不对啊？怎么感果？没有办法感果吗？因为它没有存放的地方啊，对不对？所以呢，必须要有一个什么依存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可以说是什么就是依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个东西啊，那就叫做喜气的这个所依，喜气的这个所依啊。那这个所依呢，中观自续派他们认为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意识，这个种子所有的善恶无忌的这个业呢，它坏灭之后呢，变成了种子。那然后这个种子呢，会被我们的这个意识啊，就是保存起来，也就是说会什么呢？依藏在这个意识里面，就是无始以来的所有的这个什么习气呢，都会依藏在这个我们的意识里面啊。所以意识呢，就是首先这个无明的动机，然后第二呢，行造业，造业之后业它坏灭之后呢，所留下来的种子会依存在我们的这个意识上面。所以中观自续派还有呢中观自续派还有呢金部宗他们认为啊，就是意识才是真正啊能够啊完全的依存我们所造作的善恶无忌业的种子的一个大容量容器。那什么唯识派呢，他们认为啊这个意识的话呢，
它根本不是什么种子的依存的这个所依啊。那他们认为呢，在八识当中，就是有一个叫做什么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才是真正的什么能够依存啊我们的这个善恶无忌的这个业的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地方。那然后呢中观应成派的话呢，他们认为啊，就是唯识派所说的这个阿赖耶识，还有呢中观自续派所承许的习气的这个什么呢所依这个意识啊，他们认为呢这些都是完全是不存在的。那他们呢有没有这个什么我们的业留下来的这个种子依存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他们认为啊这个是当然是要有的，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造业造善业啊，就是没有任何的果报的这样的一个感果，对不对啊？那所以呢必须要有一个什么依存，就是依藏这些种子的一个就是什么呢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啊就是有一个叫做什么我，他们认为就是我，所谓的这个我呢，它就是我们习气依存的这个东西啊，它能够什么呢，无始以来所有的这个业的种子它都会依存下来，会保存在这个我这个里面。那这个我的话呢，它既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完全不是，它是一种不相应行法，就是我们一般在讲的这个我嘛，对不对，就是那个我。因为他们认为啊，就是在轮回当中啊一直流转的这个不特伽罗呢，就是我们在讲的那个我，就是从前世来到今生，今生又会去到来生的这个呢就是我，有一个我。那中观次序派还有呢这些经部中啊，他们认为呢是我们的这个意识，意识才是在这个轮回当中流转的那个我。所以说这个意识呢，它是带着什么呢，就是无量的这个业的这个种子啊，在这个轮回当中呢一直在流转，这个才是真正的什么呢我。所以呢经部中和那个什么自续派呢，他们认为啊这个我呢在我们的五蕴当中去寻找的时候可以找到，找到什么呢，五蕴当中的意识就是我，他是这样认为的。那我们的这个蕴体呢，蕴体的话五蕴这个蕴体啊，蕴体的话呢就是在现世的时候它只是一个什么它只是一个我们什么呢，就是住的一个地方一样，就像旅客呢他就是住的那个房间一样嘛，对不对啊。那这个客人走了之后这个房间呢都没有必要嘛，对不对，就跟这个一样。所以我们走的时候呢这个蕴体呢它不会啊就是会去到那个来生啊，没有办法带走的，只是我们的意识在走。那然后唯识派呢，他们认为啊阿赖耶识呢就是在走，那其他的都不会走。
那这个什么中观应者派他们认为啊，这个意识呢也有坏灭的这个时候，坏灭的时候它就变成种子了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五蕴的这个呢它是不会走的，再走的就是这个我，就是纯粹的这个我，就是一种有一种我，它就是在走。好，那下一堂课呢我们就讲那个行缘起，然后它坏灭之后啊所留下来的种子，或者是习气，就是依存的那个意识。好，共曼达。